我觉得我是很重视文字表达的妈妈，我就很希望我女儿能够，中文能力是很好的，她已经会背《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》这一首。吴尊三孙女已会背《游子吟》，青龙超宠前世情人。最近啊，带小孩。刘真和青龙结婚五年，夫妻重心全放在三岁的女上，还好妮妮没有让父母失望。除了《游子吟》，她还会。还有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飧，粒粒皆辛苦。他也很喜欢唱英文歌，像那种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， 我都没有教他英文哦，他听歌他就自己会唱了。我老公就是一个爱的教育，他只要跟爸爸开口，爸爸就一定会买。他说女儿就是要宠宠，把他宠上天，宠到他觉得世上没有任何一个男人会像他，所以未来有男人要用金钱要用什么去诱惑他都诱惑不了他。只要看到有小男生要靠近我女儿，我老公就说好危险好危险，赶快回家。我说那万一他这样长大他都不交男朋友怎么办？我老公说没关系啊，这样最好。娱乐灯新闻有必要讲吗？不道。苹果新闻网推出六精彩，每周四晚上八点在苹果台直播开奖，周周送30万奖金。活动仅限升级会员参加，每周五早上10点到隔周四晚上7点可选号，1到33号任选6个数字。苹果将由电脑随机从已选号码组合中挑出一组，保证周周送出30万。来玩六精彩，周周发大财。